我们来介绍东京车站日比谷以及银座的夜景。首先，我们来到东京车站的丸之内口。夜晚的东京车站啊，气氛很好又很浪漫，很多人会来这边散步然后聊天哦。那我们现在从车站出来啊，走到丸之内这个区域。啊，我觉得这边的人行道啊，就是规划的很好，对行人很友善，所以呢，晚上在这边散步起来很悠哉哦。这边的整个街道啊，设计非常有欧洲的感觉，它那个地砖。301号美术馆这边也是情侣约会的秘境哦。我们从丸之内走到了 Tokyo Midtown Hibiya， 这边除了可以看夜景以外，也有百货公司可以逛街哦。那我们现在就到了我们私房的夜景景点 Park View Garden 喽。看完了夜景啊，我们来帝国饭店吃个晚餐吧。它的咖喱就是大家想象中的那种日式咖喱，甜甜的，但是它里面有加一点点微辣，所以还是蛮刺激食欲。本身松饼的那个甜味，然后再加上鱿鱼奶的一点点咸味，你配起来我觉得自然更甜更好吃。我们现在走到哪里啊？从日比谷。这里就是银座知名的路口之一。这边啊，虽然晚上店已经关了，但是可以借机享受一下银座的都市的气氛。Window shopping 也不错啦。在这边的小巷子啊，也是银座夜生活最丰富的地方，有很多餐厅或者是酒吧。以上就是这次的东京车站日比谷到银座的夜生活喽。我是韦恩，我是鲍勃，大家下次见，拜拜。